今年也是中秋节，几多蔬菜都有盼中秋的叶发通。不过，保护蔬的团体认为，政府太阳的中秋的，其他日的啥太多蔬的，故所以能提全台湾亚洲微少难落蔬的，呼吁大家莫抢中秋的，韩国爱保护蔬的。和平战斗叫老树，和平战斗叫老树。扶树团体七星头发工下期的泰树下，用南泰树的行通呼吁扶树的冲友。日记发工下期的木下做下几件插黑，全都记头的泰树同亚石堆地图。扶树团体社工来到泰树，惊怕人际循环的环境改变，无法度生存。我们这边原本就有20几种的鸟在这里停栖，然后对面中正纪念堂也至少有40种鸟在这边需要过境，我们不知道未来这个地方会怎么办，真的非常的忧心。扶树团提供台湾都国企七手节今年做法无盼种树的发通，我过后用上久，也是保存连满太树的周围做法无拉一起，所以呼吁儿童七手节改做扶树节。因为现在的政治人物就是一天种树364天砍树，我们希望是改成护树节，除了种树还要护树，不然种了不养树就死掉了。他们种的树其实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扶树节公共请回本来都发工社区地度某连日保护的门树，经过扶树团体的整治，总算连日保护。希望各界做好事的天树来保护泰树，一方面维护当地的生态，同时要修复居民的记忆同文化资产。卡新闻持续为刘文辉特别报道。